要开始切肉了。是一点都不会痛，痛的是就是我现在就是可能要吃东西很不方便，然后这里都肿肿胀胀的，然后打麻醉一点点痛，但是我觉得一针打得很好，右边一点都不会痛，左边一点点而已，所以动还是可以忍的范围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上面有缝了三针，然后过了一个礼拜要去拆线，真的蛮可怕的，但是我还是做了。今天是割完肉芽的第二天，刚起床，看一下状况，可是这里有一点白白的，然后血也用不掉。好，先这样啦。嗨，今天是我拆完线的第一天，昨天去拆线了，然后牙齿有明显变大颗，但是我的总觉得我肉牙好像恢复得太好了，然后感觉它肉可能快长回来了，但是有变比较大颗，之后还会再割一次，因为医生想要看我恢复肉牙的状况。